屁孩闯天关。哇，我们又回来了。啊？什么？米莉伤心，她会好起来的。That's why we're here, to help her get revenge, and to keep her alive. We got the kid and the rats. We're invincible. 有孩子的又有老鼠，天下无敌。What's the matter? Melly, calm down. Those fucking rats blocked the safest entrance. They didn't mean to do it, Melly. They. We don't have a choice. We have to try the great door. But watch out. 为什么感觉梅丽现在在愤世嫉俗啊？ Is she angry with me? No.She's just angry. Full stop. But give her a little time, Hugo. 我觉得等一下那个也会挂吧。我们旁边这个铁匠哥卢维克，罗利克哈，他可能会挂。然后说老鼠堵住了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用老鼠之力来开门啊，为什么不能用呢？对不对？对啊，让老鼠去撞破那个巢穴啊，那不是很好吗？撞起来！哦，有士兵 ，Watch out！ Hey, do you think it's already started? 哇，穿得好厚啊！他们的老大挂了、啊，他们最强的士兵已经死掉了，现在剩这些杂兵。啊，你要叫一群老鼠冲过去就好了。欸、不过说实在，我觉得他们盔甲蛮帅的，说。他们会被发现。完了，被发现了。我。哎，刚刚那个是要我控制这个士兵，是不是？超像的。就还是被发现了。接下来怎么做？哇，我们的罗利克的蛮力 ，Good！ 为什么我当初不直接罗利克蛮力敲下去呢？罗利克蛮力靠下去就好啦。你看我们罗利克这么强，一打三没有问题啦。Surprise！ 这边有路啊！哦呦，等一下我想一下，有两条路可以走，这边也有路。难道说这边有？哦，里面有房子，炼金术啦。这个炼金术里面可以来升级一些装备，很赞的。Nice， 哦，好爽，超爽！炼金术，结果我什么都不能升，一点都不爽了。好吧，我们走。材料严重不足，升不起来呀、啊。嗯。是打雷吗？整群老鼠，使用鼠群瞄准。抗挫，他那个点太烂了吧 ？They don't want to listen to me. They won't come out as long as they. 啊，我知道了啦。这个火要熄灭啊！这灭火石变得非常的重要。
啊靠，别按错。哟，小废物，马上秒了你！不要咬我、啊，我不好吃啊。对，没有错。有守卫。有守卫，这个直接用石头丢就好了、啊，免得麻烦。我、哦、靠，那么远看得到，然后，然后也不呼朋与伴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搞、哦。Oh my god！ 这个瞄准功能真是有够靠呗！拜！要等你转个两三圈，有够智障的、啊。我可以站在旁边偷偷捡一下。终于打完了，我的天哪、啊！这边有够靠北的。哎，所以说我们不会被老鼠吃哦。哎呦，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刚刚一直以为我们会被老鼠克，你知道吗？想太多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一只，我们这个雨果已经是鼠力觉醒了、哦，他们都不会攻击我了。说实在的，说实在的啊，大审判官，大审判官用他的血跟我们雨果的血做混合，难道不会有血液排斥的问题？我想想觉得也奇怪啊，那个做这种事情是很大胆的、欸。中他。哎呦，力气真大。有过去了。大力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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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干什么东西？直接被老鼠克了，有够笨的、欸！我的天哪，那是不是笨蛋啊 ？None， 结束。哎、欸，看到他们在对面了。Hello！ 我先来捡个东西啊。You're alive. Listen, Vitalis is at the cathedral. That's all very well, but the whole battalion is coming our way. You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你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里。The house has an exit on the other side. The one that's on fire. We can't go back. Go. We'll meet you on the other side. 啊，原来没有汇合啊！居然没有汇合，好吧。他们派一支军队正在抓我们呢。哇，他进不去啊！他把他砸开，你要怎么砸？快点啊！快点啊，大力士！No。去吧！我靠！
我靠！妈，怎么可以跑那么快啊？干什么东西？死吧！差点进去灵骨塔、啊，做一个保命用。捡东西，捡东西，好爽，好爽。那慢具体啊，我们就捡东西吧。这里皮革儿、啊、他开了、啊、在旁边看我走吧哇这边不能使用老鼠了房子出口这里怎么找得到啊灭火石丢下去干往火里走超危险的西西可能就因为呛伤而亡呢超级危险我觉得罗利克要这边挂了罗利克这个超级工具人啊这边撞一撞撞完之后有没有他就领便当了Calm down！ 哇，这面包感觉好好吃哦，这面包吗？还是肉啊？撞啊！少啰嗦啊！现在已经很难呼吸了，不要再讲话了，妈呛伤！我告诉你，还可以讲话，本来不会呛伤，讲一讲呛伤，有没有？超屌的！抵达大教堂，可恶，不可以超出我老鼠之力。我记得不是有个技能是可以直接把头盔打下来的技能吗？这没有啊。算了，去揍他。Good， 万用工具人。展现你的爱意吧，死去！弄死一只是一只啊，省得麻烦。小废物，救人时间，我们永远感谢你。哇！哇！刚刚是谁射的？我刚看明明弹道是从后面呢。当然是推这个啊！你们那些人是笨蛋吗？这是什么？查看。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然后再做一个剪。The chain. You shouldn't. Why? This place. I know it all too well. What is it, Roderick? 我就是要。他说这个地方太熟悉了，这该不会是他爸吧？他爸被砍的那边，有没有可能？不好意思，我去找你爸了。This alleyway. No. No. I knew it. Roderick, what's going on? Where are you going? 彩蛋。这是他爸的家。It can't be. Roderick. It can't be. There's nothing left. Did they burn your house down? It was my father's forge. 嗯。Where I grew up. 他长大的地方。有没有那个铁匠屋？有没有？
you're still alive and your roots, they can never take that away. 你的根也活着。You're right. I know who I am. Come on. We have to save your mother. 就算是一小段剧情。Mommy's lovely. We'll go together, and we'll find another castle. Fine by me. 哦，成就，这就为了解成就用的啦。所以说，其实你也可以不用过来。哦，如果你想解成就，你就可以先来解这个。哎，居然有这个东西！啊，可不可以升级？还是不能升？我们刚刚是不是奥北做，然后把一些材料做掉，然后就不够了？应该是这个不够。好啦，刚刚乱做一通，又没得升了。推过去。If we push it to the port, Callis, it will give us cover. Hugo will be protected behind it. 掩护我，快！ Hey, leave it, Amicia. What are you doing? Stay back with your brother. 哇 ，man 呢 ？Let me help. I'll be fine.If you want to help, keep an eye out for guards. All right, let's do this. 用货车保护自己。我可以不把他们射死吗？我怎么觉得他要准备壮烈牺牲了 ？Oh my god！ 哇！我干什么东西？哦呦，这么快，这么快！哎，靠背啊！你哪时候来的、啊？我在捡东西啊！吓到吃手手啊！我可以帮忙什么？哦。Oh my god！ 一直来。他中箭啦！完了！他被乱箭射死了。快点躲起来！我靠，他被插两只哎！ We're here. Come on, quick! Oh my God, Roderick! Oh my God! Better. I'm right. 牺牲了。Behind you. All right. 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You go. Your turn. 罗莉克，再见。我已经能感觉到你要领便当了。放开了。去了。我们的大力士，我们的打手结束了，打手要回温泉了。哇，死了 ！Hugo， come on。我觉得这小孩子真的是经历各种生死离别，有没有？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异常的冷静，从来没有看他哭过。要说这小孩冷血吗？还是无知？应该是说这群小孩都没有哭过哎、欸。I don't believe i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死掉了。No, those bastards have to pay. 基基斯米达。哦，什么东西 ？Stay alive and stay together. That's why Roderick and Arthur sacrificed themselves. Just leave me alone.She's right, Millie. 让我静静。哦，又要开始哭了。我想说不会哭的。He's resting now. 罗迪克走了。再也不能忍受这些老鼠了。Really? How?
like this. How do you? Hey. Wow, it's really happening. Hugo, tell me you're going to help us kill those bastards. Why? Melly, we've got no chance without your brother, Amicia. You get that, right? I will help you, and you're going to help us save Mummy. 等价交换，成交。先让我捡下东西。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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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干什么？小废物。啊！这边有一个工作台了，应该是什么都不能做吧？没错，这后面这一阶段要把所有装备全部升满，除了省道具之外，哦，还不能乱来，你们一个乱来，材料耗尽了，没办法升级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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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丢下去就好了。God， Bye。想干什么？我想用长矛丢我。No no no no！ 哎，居然他没有，弄死他！等什么？他不是手上没有火吗？啊，站在那个地方。好，亲自帮你解决掉了，小废物，麻烦的家伙。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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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We're here, Vitalis. Amicia, he's going to do something. 他说要干大事。Bad, like what? 什么坏事 ？Excuse me, but whatever he's up to, we're here to kill him, right? He's about to start. 他要动手了。哇，来了。审判了。哇！他们是不知道我会这个是不是？干差一点。好啦，要死几次啊？先杀弓箭手，这就对了。下来啊，下来啊！哎呦，有弓箭手优先解决。然后这个有拿那个火锤的，是不是？他们有拿火锤啊？那等他走过来的时候，一个一个熄灭就好了，好办事。梅丽在上面叫嚣。好，终于可以进去了。等一下他们下来不会被老鼠咬吗？会为君而开吗？会为小屁孩而开而已，不是吗？伟大的家庭。终于到里面了。
为什么停住了？Open， 最终 BOSS 战。You don't want to understand, Beatrice. Mommy. My child. Hugo, Amicia, Mother. Did Vitalis do this? 哇！他把他们献祭了。他通过了临界点。哇塞 ！Hugo， are you ready？ Yes， the rats are here。Then let's go， stay close to me。Let's go。他这样，他也会控制老鼠吧？哦，蛮超帅耶 ！Bam。Your power. 他是个天资聪颖的学生。没有人要你教啊。迷途的羔羊找到了牧羊人。东西交给死者，他有什么最后的杀手锏吗？哦，哇，他可以操作白色的。哇！而且重点是白色的不怕火，强化版的。好吧，回摧毁他，马上就打消念头了。现在怎么玩 ？Elba， 这个地方老累格了。也是这些老鼠还蛮可爱的嘛，跳来跳去的。他的老鼠不怕火，超强的。然后控制他们，摧毁白鼠。哇！给他点颜色瞧瞧，黑对白的对决，老鼠之间的战争。死吧！请你住手！啊，干嘛很爽吗？大哥啊，我在捡东西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真的是。嗯？有？赶快把这些丢一丢。推下去，没错。要是这样做切换挺麻烦的。来啊，来几个都没问题。死吧！死吧！啊啊！什么东西？聚集起来，弄死他 ！No！ 你输了，不能让他滥用他的力量。啊！是谁？
哦，把他放下来了。Hugo, you feel it too, don't you? But it scares you. 他会让你害怕。The true power, the gift of self. 哦，融合了。What the fuck? Get back! Stay with Hugo! What the? 哇，这么猛哦！啊，这起不要乱爬，冲刺！啊，哎，哦，是白色老鼠会死啊！玩的莫名其妙。好不？阿雨果帮忙一下啊，不要走在那边。靠腰，靠背，救我啊！嗯？我弄错了，我应该弄这个。哦，他们会合体哦。快点，别让他跑了。我们按 Q。可以攻击这样子哦。哇！应该还会再一次。哇！快点 Q 他！时机到了！有有有有有有！有啦！战斗冲锋龙卷风！拜！啊，哎、欸，一颗居然没死！我的 boss 战有趣哦。呜！那这样我知道怎么打了，挺好打的。哎哎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哇 ！Holy shit！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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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我把它打掉。哦，我又慢了。它这个是有分两阶段的、啊。有了，有机会有机会。旋风碰碰车。滚！妈的死老人！应该打三下吧。完了，这个阶段应该是最难的。我靠，越来越多了。呜！呜！呜！然后这边再弄一个好了。呜、哦、GG 思密达 Come on 战斗冲锋龙卷风冲啊死内 Say goodbye 啊终于该死了吧你才不是死者呢你只是偷我们人力的死者而已，小废物，死去！Hugo, calm down. 结束了。It's over. It's over. 你的野心要就此终结了。看三小，干嘛？
啊？就这样突然莫名其妙了结结束？啊，没有后续的完整的一个结尾，就看到他死了之后，我们雨果看着他这样子，然后就结束了。他在故意做了一个完全没有结尾的结尾，就是打赢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让各位自己凭空想象是吗？跳过看一下有没有后续的剧情。为了彼此，这个是第十七章，应该有后续的吧？有啦，有后续的。三天后。他买了什么东西啊 ？Alright, let's go. Let's go. Yes. 到货车旁边，与卢卡斯阿特利斯汇合。Mummy is tough, isn't she? Just like you. That's right. 终于没事了。Can't wait for us to find a new castle. Well, you've got the taste of a king now. We'll see what we can do. We have to leave the region first. 国王级的。So, were you able to go home? Yes. The nest is still there, but it's empty.I can't believe the rats are gone. 老鼠永远消失了。他们好像殊不知是我造成的。靠，要商机啊！丢老鼠。哎，等一下，玩这个会不会成就啊？六次射击机会。Yo， 准备好了。拜托，林北，在打仗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在冲三小，我都想没有，小儿科好吗？还有一只在哪里？嗯，啊，够几家嘞？哦，家，小儿科好吗？获得了一颗苹果。Hey, today we're celebrating the third day without rats. 没有老鼠的日子。小市集。I've never seen a fair before. Hugo, Lucas is waiting for us. We should be getting back. But it's a fair. Come on. Hugo. Right, but we can't stay long. 去小市集。If the bite leaves us in peace, people will come back eventually. Hey, look. Oh, that's the young boy. Young boy. No, boy, you just can't come in. But why? 为什么 ？That's why. Hey, is there a problem? Look, the problem is a kid and his sister are wanted around here by important people. 一个孩子和他的姐姐。We just don't want any trouble here. You understand? I can see very well. Hugo, we have to go. 不能进去啊。What the fuck? Come on. 小孩刚刚讲 What the fuck 吗？What the fuck？ 哦，复兴的嘞哈，大家嘞嘿嘿嘿嘿。The first one to arrive at the cart wins 20 apples. 哦 ，20 apples， 20个。You'll never beat me, right, Slug? What? You'll see. Oh yeah? Then on three. One, two, three. Hey. 哇，自己先喊先跑，天真的小孩。I'm right behind you. 卖照啊！我要20颗苹果，你在那边， okay, 我拿石头丢你了。Right. You won. 跑超快的。20 apples. 嘟嘟。We made it, Lucas. Do you have everything? St. John's what?Hawthorn, all of it. Let's go. Good. Let's go. Amicia. Yes. Why are they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Melly looked at me the same way. Then she left because she doesn't like me anymore. Hugo, she had other things to do. That's not true, but it doesn't matter. Run! 应该说我们有这个能力之后，没有容身之地了吧？像他刚刚不是找什么姐姐带着一个弟弟，就是找我们啦、啊。我们要飘向远方了。
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这样子，带着这个鼠疫之力，再会了。Hey, Hugo, what? Do you think I'm pretty? You're ugly, really ugly. Really ugly. Ugly. Me. Me. You look like a big fat fly. A fly? Your own sister? Oh, such a slur requires punishment. 可是从此之后，他应该也没办法使用鼠疫了吧？就是老鼠都退去啦、啊，还是说他将来还是可以使用，只是要不要用而已？苍蝇袭击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隐姓埋名的结局啊！就是事件发生之后，可能有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但是有传闻说。有人有看见这个小孩子会使用什么老控制老鼠啊什么之类的，口口相传。但是为了避免这些不要被避免这些争议或者是一些事情不要被打扰，他们宁愿选择离开这个地方，过他们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被打扰这样。啊，但仍然雨果还是会使用他的鼠疫，应该说他还是有这个能力，但他不用这样子。好，恶势力就这样被打垮了。好，我们这个游戏应该就这样结束了吧？结束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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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又跑出一次了。好，感谢感谢。骑士解锁没了。好吧，终于把这款游戏连载完了，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挺享受的。只是后面有一些东西死掉要重捡，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有点气哦，有点美送而已。不过呢，整体上来看，我觉得都还不错。哦，不过 bug 玩了那么久，大概遇到两三个吧。我觉得最靠别的那个 bug 就是上一集的那个 bug 哦。你垂直同步哦，如果是关闭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往右边转的。哈哈。啊，如果想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上一集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结束了、哦，这个完结了。好，那也就是不会再出了，意思，除非他有出 DLC 或者是有出二代，我才可能就可能会继续玩。好，今天影片就到啦。如果喜欢，左下角的订阅，右下角的小外小帮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瘟疫传说》不可能再见面了，拜拜。